这样，与你这样谈恋爱，挺好的。是吧？还行吧。其实我也向往这样的生活，悠然的看着风景。只是什么？你以前百般阻挠我，只允许我争夺王位。可是我喜欢的是山水，是音律，是诗词歌赋。你也希望我支持你的喜好吗？非常希望。你相信我改变了吗？相信。为什么？自坠马之后，我确实失去了一些记忆。可我发现，我看你的时候，总觉得似曾相识，但又觉得你与以往不同了。说的这么神奇。哎，对了，你不是说谈恋爱还要听音乐什么的？什么声音？我前两天在街上的时候遇到了一个神婆，她给了我一个法器，可以听到天籁之音。你想听吗？什么法器？当然要听。太好听了吧！这儿，这是什么乐曲啊？这谈恋爱真是好事，这就应该推广给黎民百姓啊。这儿谈恋爱除了看风景听音乐还应该做什么？你把眼睛闭上。休得无礼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你自己要问的，这叫接吻。成何体统，不仅不干净，还猝不及防，有点触电的感觉。那你不喜欢，还我便是。那你把眼睛闭上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真不知道要录这么久。你永远都是这个样子，你的音乐最重要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嘛。很好玩是吗？你先冷静点嘛。我还要冷静，我都快冷死了。再等下去，你就是来帮我收尸的。这种气氛，我的尸体还很保鲜呢。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？天哪，这手真的好了。真的好冷。还冷吗？你别假浪漫啊，电视剧里一般都是你脱给我就算了，没什么味道。思燕，这是我们第一次接吻。
我要你永远都记得这个吻，可以吗？当然，为什么为我？要是不喜欢，本王不还便是。不是，我就是有点感动，感动殿下最近恩宠于我。本王虽然宠你，但你也不要太感动。要怪，就怪本王过于完美，让你不感动，太难为你了。胡思义这自恋属性还真是。为何如此早便起床练功啊？还不是为了那个骗我的崔勋，我要把他碎尸万段。哎，不要因为自己的愚蠢而感到自责。来，你告诉王兄他长什么样子，王兄定为你找到他，让他归还银两。竟有如此俊美之人，本王原以为我才是京城俊美的最孤独的人。不过王妹放心，王兄定为你讨回公道，以后便不要在如此狭窄之处练功了。王兄，对不起啊。王兄也是一时疏忽，不过好在王兄走向你的同时，大夫已经回去拿药膏和纱布。哎，沈大夫，为何不在本王过去的时候便制止本王呢？嗯，在下九叔止血包扎之术，还希望可以多加练习。天下苍生，意外时有发生，在下习得此术，也是尽一个学医之人的绵薄之力。哦，